前所未有、奇幻无比的 3D 空竹表演，惊艳全场。它的走空竹呢，可以带你进入到未来的世界。行云流水。老师协同神秘人物挑战最难双人空竹。哇！自制火爆江湖菜，在急速和美味中烹饪出让您意想不到的爽辣口感。辣椒花椒，这江湖菜少不了的。料好足，真的江湖菜里面少不了辣椒花椒姜葱蒜这几样，一定要冲。遭人嫌弃的萝卜头竟能成为厨房神器，看好大厨如何帮您出大招。这个头一般都切下来就浪费不用了，扔掉了，用它去，这是一个神器。更多精彩，更多奇思妙想，敬请锁定本期嵊州好好学习吧。生活学吧，好好学习吧。欢迎收看今晚录制嵊州好好学习吧，有请主持人明晓。大家晚上好。接下来时间马上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，首先欢迎的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杨子珍，欢迎。好，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演员，他真的是要，哇，我觉得他身材超棒，人也长得超漂亮。来，吴敏，欢迎一下。哦，欢迎，谢谢。来，各位请坐。谢谢。接下来时间马上来介绍一下生活的小妙招，今天这个小妙招是适用于厨房的。平时呢，我们那个砧板呢，切完菜你觉得洗干净了，但其实它里面那个沟沟缝缝里面藏了很多的细菌。哇，那怎么办啊？怎么清理？你知道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真的很不好。对，清理的方法只需要白醋，你就是醋和水1:2的比例，醋是一，那个白水是二，然后放在一个容器里面，你到时候呢可以拿那个喷的那种东西喷在那个砧板上，喷完之后不要去清洗哦，把它放在那个晾干的地方，自然晾干，它慢慢的就有杀菌的作用，这样子让大家都能够吃得健康，身体更加健康起来。好简单，是好的。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嵊州好好学习吧。首先欢迎的第一位高人，这位高人他做的表演呢就是，这什么拉面？拉面？拉面？不是像拉面吗？他做的是抖空竹。哦，你好学校，真的你学的太夸张了。我跟你讲，他的抖空竹和我们之前来过节目当中的不一样，因为他的抖空竹呢可以带你进入到未来的世界，太夸张了，带你进入到时光隧道。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欣赏一下。无缝连接，太棒了！哇哇哇！这个好像太极一样。哇！在写字，在画画。哇！哎，我感觉他有超能力一样。行云流水。哇！这个舞台都是他的，大屏幕也是他在控制。哇，好棒啊！好像隧道有没有？风格不停的转变。哇！哇！哇！觉得他和那个大屏融为一体，有没有？手也可以，哇，很神圣，有光环的，对不对？一再转，一再转，一转。
跟你们说，就觉得真的是进入到未来的世界，时光隧道一样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说哇，那个后面的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。其实这个设计是需要和老师配合在一起的哈。是的，首先一开始呢，我要自己录一段表演的视频，然后根据我的视频动作去制作后背景的画面。然后再根据画面再去练习这个动作，要不断的一遍一遍的重复，这样去做到完美。自编自导自演，这全部的那个包括后面视频的内容也是您自己设计的。这个是有一部分是自己设计的，有一部分是朋友帮我设计的。但是非常巧妙，因为我觉得他有的时候那个配合的点要很巧妙，你刚好要达到那个点，让他刚好那个像那个花绽开的那一下哈。是的，是的。老师今天非常厉害，接下来呢还有他的杀手锏。而且他请来了一个秘密武器。对对哦，还有就是说这个难的话有一定的难度，这是最难的，还要有请我的终极秘密武器上来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。还有高招，还有高招和秘密武器一起，到底是什么秘密武器，什么样的表演呢？有请。这个比较难了，两个，好厉害呀！不是，真的，而且还要打串，要绑在一起，哇，太棒了！我的妈！线那么细，他怎么能踹到那个线那么准？这机要快！好厉害呀！我要走过去。哇！说的这个秘密武器，请揭晓一下，他就是，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秋雨，来自河北沧州。那请问一下两位的关系，刚刚都牛郎织女都错过了，一线牵。对对对，两位的关系是？我们是夫妻。夫妻。哎，这夫妻档配合起来就是会不一样。咱们这个恋空竹两人配合多少年了？到现在的话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了。八年的时间。对对，所以你看刚刚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行流水，特别特别的棒，惊险刺激，但又非常非常的好看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刚刚两个配合既然这么好，咱们在现场怎么着也得配合一下，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。你挑一些这个简单的，让大家其实做了那么久也运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让他们也学会怎么样抖空竹，健康起来。首先我先教一下怎么去把它抖起来。好，好，首先把空竹放在地上，然后往左面滑，拉起来，右手往上拉，左手随着它就可以了。对，两个手点一点。哎，你像啊，很快，有模有样。两只手同时往外拉，它就跑起来了。小心，右手往上接。哎呀，好厉害，有好有强度啊，好棒啊，天分，天分，小天分。没有，你真的有运动天赋，已经出师了。师傅，你带我走吧。我们接下来玩个简单点的，不用那么抛。哎，咱们这样嘛，配合配合，就是默契。我们就来一个接龙吧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大家你传给我，我传给你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可以。加上您太太，好不好？我们四个，咱们一起，你们四个。好，盛哲，好好学习吧。空竹接龙比赛现在开始。抛抛抛抛抛。哎，稳着点，稳着点，加油，小马。真的是不容易，而且我觉得今天
在现场好棒哦！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表现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辛苦啦，谢谢。谢谢哦，控制表演，接下来要有好吃的，大家饿没饿？没有。想要吃东西前呢，先要猜一下做的是什么菜。我就知道。三个词哦，朴、粗、杂。杂杂面啊，我知道了，什么窝头啊，炖吗？棒子面啊，什么？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哎，我跟你讲，非常好吃，没有很好吃，叫江湖菜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到两位大厨，他们五分钟的自制火爆的江湖菜，掌声有请。节目的老朋友了，来，首先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给你带来无限美味的麻辣主厨郝振江，对，郝大厨这位，哎，我是刘明伟，我擅长做的是粤菜，还有点川鲁，好，有点跨界，今天两位大厨到上面来，要做五分钟的这个火爆江湖菜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厉害的点，大家来介绍一下，来。今天我做这道菜 可以说是江湖菜的鼻祖。哎呦，哎，就后来崛起的这些江湖菜都无法超越。我今天要做这道菜叫什么？叫来凤鱼。它是集什么？麻辣鲜香，嫩滑爽，就一身，让你吃上就停不下来。刘大厨，这个会不会夸得太厉害点？你自己的菜是怎么样？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呢，也还是家喻户晓，而且如雷贯耳的。大家一说，大家肯定都能知道。就是歌乐山辣子鸡，辣子鸡，哪里哪里？这川菜讲的就是麻辣鲜香嘛。嗯啊，这道菜里头全都包括了。两位老师都这么厉害，到底真的有这么好吃吗？接下来我们来见分晓。五分钟火爆江湖菜，首先是我们的郝大厨来做，刚刚这个来凤鱼对不对？来凤鱼。好。那个只有五分钟时间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咱们等会儿啊，我先在前面要开始之前，大概耽误两分钟。这个咱们啊，在家里边去鱼鳞啊，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困扰的问题，是吧？用刀呢又怕划伤手，用其他一些工具呢又不顺手。我这儿有一小窍门。什么？耽误一分钟。哎，这是在干嘛？这是萝卜呀，白萝卜。然后呢？传授我们一个妙招。你看啊，咱们家里边这个白萝卜啊，切这个头一般都切下来就浪费不用了，扔掉了。用它去鱼鳞，这是一个神器。白萝卜，这你怎么看一下啊？拿它蹭吧。哎，还真的，哇，好神哦，好神啊，真的下来了。而且这样还不伤手，还不伤手，真的是。哎，看见鱼鳞非常的干净。哎，真的是刮干净了。这方法怎么样？我觉得它比刀好像还更快更好哦。非常实用。好是好，但是偷了时间啊，因为现在没有计时。对呀，我这不是教给大家一个窍门吗？这很厉害。你认为这个一分钟值不值？值，值，太值了，非常值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开始，加油加油！火爆的江湖菜。咱们首先呢。吃的要细致，细。咱们要把这个鱼肉剔下来。哎，那剩下的鱼呢？咱们给它只需要片成大块。大片。对，片成大块就可以了。哦，已经一分钟了耶！啊，一分钟。对，就过一分钟了，大厨。还没有。咱们这个鱼啊，简单的浸泡一下。好，浸泡一下。泡一下之后呢，这里边咱们要加上盐。盐。料酒。料酒。哇。腌制一个底味儿。胡椒。胡椒。好。手法好娴熟，别扔味了。这边咱们开火，然后这边加油。好，加我们的嵊州食用油。这是什么？辣椒油。辣椒油。哇，太棒了！辣椒。哇，多来。香来多来。花椒。哎，有香有香啊，好多花椒。香啊。辣椒、花椒，这香不快少不了的。然后，豆瓣酱。豆瓣酱。豆瓣酱好香。好辣椒。哦，哇，好棒啊！哇，好香。然后别忘了啊，白酒。白酒，白酒，白酒去腥。
开水。开水。哇，好火、啊！火爆起来，火爆起来。这边咱们用另外一口锅啊。嗯。蘑菇。蘑菇。葱姜蒜。炒一下，这配料了，利索。还有，小葱、小葱、青蒜、提香。提香。哇，这阵势，这个就干炒吗？这会儿别忘了鱼肉，稍微的加上一点淀粉，淀粉，抓匀，好，青菜煸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鱼肉下锅，好，哎，滑下去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这江湖菜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？不拘一格，对，不拘一格，很帅气啊。然后这会儿辣椒，好厉害，进行一个调味，调味，胡椒粉，胡椒粉。蚝油，蚝油，哇，好棒啊，鲜啊，蚝油特别棒，真的是南北结合，蚝油，生抽，生抽，老抽，老抽，上色儿，上色儿，别忘了姜和蒜，姜和蒜，下锅，下锅提味，还有三个蒜，你看我们这个菜里面下了多少的料吧，料够足吧，够足，绝对，出品牌，出锅了，出锅了，准备出锅了，别着急啊，你要提前出来吗？咱们这个蘑菇。再回一下锅，少加一些盐，盐，提香啊，哦，是吧？啊，这边咱们再点上火啊，哎，哦，我知道要浇油，继续红油，辣椒油，再来点葱油，嵊州，再来点嵊州食用油，哇哇。没话说，又有营养又美味，哇，好香啊！这是哪里散发出来的？倒数五个数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走！这个菜最大特点是什么？咱们端火之后，不要马上起锅，哎，用它这个原汤过这个浸泡，让它进一步入味。对，哦，好，出锅，哇哇哇！哇，哇，麻辣鲜香全有了，真的是。老太婆，那个锅，那个锅要着了，着就是要着，就是要这个热油啊！这江湖菜的鼻祖就是这样，椒，哇，滋的声音，花椒，花椒，好棒啊！哇，完成！来凤鱼，完成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这样豁出去了，我都不敢吃辣的人，尝尝。哎，待会儿郭小姐，我们可以代劳。那里边有很多种辣椒味，你要小心。辣椒油、鲜辣椒、干辣椒，还有辣椒味道怎么样？这美丽的样子是什么感觉？快赶紧喝辣蜜！这美丽的样子，对啊，就真的有很多种口感在里面。姜老师说的江湖菜就这样，不拘一格，什么都可以放进去。大家可以尝尝看，我们一起来来吧，分享一下。吃出了很多种辣椒，最起码有七八种，还有麻的味道。哦，虽然里面有一点点刺，但是这种做法的话，这刺特别好挑出来。对，而且我当时在想，鱼那么短时间能入味吗？非常的入味。刚刚那个郝大厨确实让我们尝到了非常非常不一般的江湖菜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刘大厨又会给我们一样什么样的口感呢？赶快刘大厨有请啊！好的，我们刘大厨要开始做他的江湖菜了。咱们这道菜的名字叫做是哥乐山辣子鸡。哥乐山辣子鸡，好，五分钟时间，哈老师，这个火爆江湖菜，咱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准备好了。来，准备三、二，直接开始，开始。好，我们这最好是选用这个童子鸡。童子鸡，哎，童子鸡，也就是笋鸡，因为它嫩，小一点，嫩一点，口感更。对，我们把它切成这个小一好吃小一点的块。哇哇哇，这刀真的。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小窍门、咱们在家做这个的时候，您看我切的挺轻松的哈。在家呢您可能下刀就没有那么利索了，我就不行。对，在这儿给您推荐一个小窍门小绝招。烹饪菜肴也能切出大小相逢、骨肉相连的鸡肉丁，刘大厨到底推荐了什么神器？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更精彩。在这儿给您推荐一个小窍门小绝招，咱用这个，对，不用剪刀，然后咱给它剪一下，剪一下，对，哎呦呦呦，这个就方便了，方便很多，就给它剪成小块了。啊，这个刀切的时候有它老滚，对，咱们这鸡就做完了，做完了，做完这鸡呢，先给它也是要加点味儿，给它腌制一下，腌制一下，料酒，料酒，少来一点老抽，味儿重点哈，生抽好。
咱们倒油，放点嵊州食用油。对，其实这道菜按理来说应该是什么都不放，不放任何淀粉的。嗯，咱们在家做的时候呢，可以稍微往里头放一点点面粉。面粉，对，不要放多了。不放淀粉，是放面粉。对，放面粉，这样能够把它那个表面的水分都给。对，都给它吸收进去，这样呢、也好炸，而且呢它里边也嫩。好，咱们炸着它，先不理它，不管它。哎，对，不管它，这慢慢起泡呢。咱们现在啊，切辣椒，切辣椒，咱在家切辣椒的时候也都不太好切，您看这干辣椒，那一切飞的哪儿都是。对，而且切完了以后这手啊，那就没法做了。明白了。教大家一招，在切辣椒之前啊，咱先给它过一下水，洗一下，泡一下水，然后用这个神器保鲜膜，对。保鲜膜，对，泡在手上，然后把这个洗过的辣椒呢，给它码整齐，包起来呀，保鲜膜里。哦。然后一层一层的给它包起来。您要是，您要是切的多，您就多包一点；切的少了，您就少来一点。我没想到这样可以切辣椒。哎，您看啊，这样，咱们就扶着它就方便了。哎，直接。皮儿怎么办？那个保鲜膜。保鲜膜待会儿直接抽出来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个保鲜膜没关系，我逮着一头一抖喽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个好方便，而且，咱们就开始炒这个炒料。炒料啊，一定是温油，别油温，对，油温别太高。然后花椒呢，咱们能吃多麻，咱就加多少。花椒是加多少？好，花椒放进去，炸出花儿。姜。葱，蒜，料好足，真的江湖菜里面少不了辣椒、花椒、姜、葱、蒜。这边好哦，这鸡肉炸得可真漂亮，黄黄的，哎呀，好香啊！第二次复炸啊，也就是它焦脆的来源。然后这次呢，咱们把辣椒一起放进去。太多了吧！现实要捉迷藏了，要的就是这劲儿啊！可以辣，就是要捉迷藏啊！鸡和辣椒一块儿给它盛出来。哎，哇哇哇哇哇！真的是捉迷藏了，已经好厉害了！好，有魅力啊！放点盐，水，放点糖，放一点点糖，提鲜啊！要放点糖，提鲜呀，糖啊，鲜，对，鲜味儿就靠，好棒啊！糖。口水啊，九十秒，还有十秒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了，好嘞，热身，辣子鸡出锅啦！好，准备，我要火辣一下。哎呀呀呀！你敢吃吗？来，您尝尝。来，我也想吃。我来一个。来，尝尝，来。啊，好香，好脆啊！哎，来，我捉迷藏。就是刘大厨这道菜做的真的是非常到位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跟我那个江湖鼻祖菜比起来，还是差一点啊，刘宇。来，再次有请两位大厨来到我们面前。我真的觉得今天这个太难决定了。我们的好大厨做了这个来凤鱼。这边呢做的是辣子鸡，接下来是投票。如果你喜欢吃那个来凤鱼的话，投我们的好大厨红色；如果喜欢吃这个哥乐山辣子鸡，当然就投蓝色。准备好，3、2、1，请投票。红色，可以投两位，两位，我两个都投。鱼啊，很好的寓意，可以，你们选一个。好纠结。好，这是4-4，是不是？对。好的，来，一二三，我没有问题了，4-4，胡小姐，你该做决定了。4-4，对，所以最后那票在我身上。对，到热辣火爆江湖菜，每一道都是鲜辣过瘾，回味无穷。到底最后哪一道菜能得到主持人的青睐呢？更多精彩就在接下来的嵊州好好学习吧。我的投票就是。最后恭喜每个大厨获胜。刚刚的菜太火爆了，太热了，吃完了觉得太好吃，所以没有吃完呢我就兜着走了。我也发礼物了呢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这个包包，可以看出用什么做的吧？
丝绸。是的，是用丝巾，对不对？哦。你看平时概念当中，我们觉得丝巾就是围在脖子上啊，有些可能比较时尚的女生会把它们当成头巾一样来戴。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位老师，这位高人，他可以把丝巾做出100种的花样，而且他可以用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地方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所以接下来迫不及待要看看他的作品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掌声有请。设计的好巧妙，很神奇，一季不变了，好像很高贵。哇，很大，有没有？对，没有没有。哇，还是哪里哪里？没有，我在包包上。哇，包包很可以啊，而又不是俏皮，好美哦，还有器具可以拿出来。哇！就在头发上，对哇，太有设计感了，美得这个样子，好像邻家女生一样，对，又不失性感，哇哇，哎，这个真的好高贵，高贵的感觉，对，感觉很有气场，气质，一个披肩，哎，哇，你变成衣服好不好？就是觉得很能够修饰她身材，很没有飘逸的感觉。哇！哇塞！好美呀！好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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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美！大神！漂亮！哇，真的是每一个丝巾用在不同的用途上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出来。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这个丝巾百变魔术手，刘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萱萱，是北京电视台一档美食节目的主持人。漂亮，主持人。我觉得萱萱特别厉害，就是一般一个女生家里买个丝巾之后，只会一种绑法，但是就觉得想要买另外一种款式。但在老师的巧手下，瞬间这些丝巾可以百变，每天都觉得哎，今天可以当这个包包的这个装饰，明天可以当披肩，后天又可以当围巾，每个都不一样。大家经常都会去旅游，会觉得我背很多衣服特别的麻烦，对，而且去沙滩一定要有的一个是比基尼，一个就是这种纱巾，对，所以用一个纱巾你可以变换出不同的造型，然后呢可以呢变得美美的，而且最关键我觉得这个是福利帖，是给男生的，因为你可以买一条丝巾让你女朋友搭得很漂亮，然后你不需要给她买其他的衣服，就省钱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衣服你看其实很特别简单，好像就是这边绑了一下下的，两条，两条，这边绑了一下，这边哎他又绑了一下，一共三下，这是一下，一下，然后上面脖子这里还有一下，就三下，还有前面这是两条绑起来的吗？这是两条围巾做的，哦，你看瞬间飘逸感。我所有的这些看起来比较复杂，但其实所有的都不到一分钟，全部都能完成。真的，每一个都可以。但是我觉得浩浩这个应该很难吧？没有，因为浩浩这个还要绑在头发里面，是吗？当然，只要女生会自己给自己梳辫子，那个就特别特别简单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丝巾买回来是方形的，当然它这个看起来像是长的，长的吧？对啊。如果我们拿一条丝巾来试试看，是这样，我正好其实今天拿了一张白纸，这个会比较方便啊。就是我为什么要拿一张白纸？这就是咱们的丝巾，有方形的。为什么我说一条丝巾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？即使你是方形的，我能给你变成那种形状。这个方形的话怎么变成长的呢？你看，这是一个方巾，然后要这样折，先从上往下折，再从下往上折，然后再一对折，就变成长的，就变成长的了。对，然后绑在头上，瞬间把辫子给它缠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其实这个里边还是有小技巧的。来，技巧在哪里？来，我给他试一下。其实做头发的时候是这样，就是长条的我觉得都不用教给大家了，就是刚才已经展示，或者你直接有长的就可以。是，第一步女生要做的是给它系在脖子上。系在脖子上，因为你不系在脖子上，你系在头发上它会往下掉。对，就像我说它会滑嘛，所以它先系在这儿以后，自己你就可以对着镜子拉上去，根据自己调后面的宽度，
然后它就已经抬到上面了。哦，等于你就把这个位置固定好以后，一拉紧就好了，一拉紧就好了，后面就开始变变，然后有诀窍的，明白？然后呢，你要喜欢斜一点的，你可以把这个框稍微往边挪一点，然后来。然后系紧，然后直接就是三股辫缠在一起。对，其中这个围巾跟这两股在一起，然后哦，这真的很简单呢。这样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复杂，但做起来真的很简单。就是三根辫，有一根是头发跟丝巾在一起的，留两股啊，有两股，对，有一个是单的。这真的是简单，对，简单很快。好，接下来看一看人参的。我觉得人参这个今天真的是，因为他这件衣服其实太就是花很多嘛，如果绑一个腰带的话，其实会增加他那个身形，就是会有一个提亮的效果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是怎么完成的？其实这个特别简单，但是它有一个环呢、啊，这就是两个圈就可以了。哦，就在家里有两个圈，直接是用两个圈，就是两个圈。哦，完了，从这边穿过来，套进去。然后从这个环过去，就是用这个环的力度给它别起来，这么简单，给卡住了，两边就是沉进去。然后这个也是，就你不同的衣服可以搭不同的丝巾，但这两个环可以一直用，这个很实用，真的很好。对，就是你家里的丝巾可以变成无数条腰带。那个裙子啊，真的很棒。然后把这个藏在后面就可以了。其实它也可以搭在旁边这样的，很好。觉得最漂亮的是萱萱脖子上的这个，我这个是最简单的。你这个也是最简单，它有花的形状哎。我这是根皮筋儿，啊、哦，没了，直接用皮筋儿。哦，其实就是 你把丝巾这样子，就是折好多褶，就这样转转转，然后这块有褶捏到前面，拿这皮筋细的一勒，完了，一打开就是朵花。呀。好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因为包括像我做这些也是，比如说经常去海边，去海边大家最怕的就是拎很多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你或者是说你带了很少，你就觉得特别不方便。所以呢，包括像那些做包包，我都是用丝巾做的。它是有一条丝巾还是两条丝巾？这是一条吧？这是一条丝巾做出来。其实这个很简单。哎，这个可以教一下，因为真的是，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做啊，四个角，就是四个角绑。你先这样做四个小揪揪出来，做四个，哎，来，你来缠一下，浩浩。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这个出去玩特别的方便。啊，就是把它给绑起来。就这么简单，然后把那两根儿，这边分别绑起来，这两个绑起来。哇，这个也是一个包包，这个很实用。这个真的实用，我觉得实用。然后包括情调了，对，就出去玩的时候你也不用带包了，你就有个手机或者零钱，出去玩就拿着这个就好了，而且又轻便。哇，我觉得真的太感谢萱萱今天在现场把她的智慧带到我们现场。哇，真的是又智慧又漂亮，特别特别棒，而且最关键很快。再次谢谢我们的萱萱，谢谢大家的感谢，谢谢。我觉得今天又是收获满满，看了那么酷炫的空竹表演，吃了那么好吃的江湖菜，而且还学到了这么有智慧的丝巾百变方法。再一次感谢所有高人的精彩表现，那头号就是生活学院，好好学习吧，辛苦了，我们下周一